等着吃饭呢。没事，先吃饭，好，来来来，不就是一顿饭吗？以后您别做那份了，我不吃了。你看，哎，你看这孩子，啊，你看这孩子，是有点过，连我都看出来了。这孩子心里有事儿，要不不至于喊着不答应。干嘛呀？你们都冲着我来了，这习惯能惯吗？哦，饭我做好了，我端上来了，我请大小姐吃饭，我还得看她脸色。你们说呢？您知道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宁可在单位加班，我都不愿意回家吃饭吗？就因为什么？这教诲的啊！我跟这孩子今天没空商量。好像工作上不太顺利，人家肯定人跟那是忙正事呢。您说您，我需要钱。你先吃。哎呦，本来是一个人不准点吃饭，照你这么一弄啊，变成一家的人都不能准点吃饭了。我错了，是吧？我就是当老妈子的命，我伺候人，我什么都不能说，我错了，行吧？你说是怎么的？